要带大家来去看什么呢？赖的快闪摄影棚，喜下面挖沟，带大家来去看看哦。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如果你结识新同学还没订阅的话，下方的订阅钮赶快点击，旁边的铃铛也不要忘了，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频道最新的更新哦。要来讲讲的就是 LINE 的快闪摄影棚，只要在那边拍照上传打卡的话，就有机会可以转盘，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的礼物。那去那边拍照的话，然后加入他的 LINE 好友的话，还有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的贴图哦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去看看我们在那边所有的情况。那我在那边还有参加另外一个展览，那我们将会在下一集播出。 OK， 那我们先来去看哦。嗨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文创松烟的展览，那我要去看一个 LINE 的快闪摄影棚，然后那边可以做自己的 LINE 的贴图哦，那顺便来松烟逛一逛。那么今天会有怎样的奇遇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这个快闪摄影棚，不过还没有开始的，人家很努力的在查窗户，所以晚点再过来吧。这是成品里面的恒大一街里面类似百货公司的，那我们在这附近先坐一下，等那个赖的那个摄影棚快闪摄影棚拍。然后拍照打卡，然后转到了的正品，然后是空白的这种服务吧。那根据不同的娃娃，然后正品，你也可以来这边试试你的手气，看你能拿到什么正品哦。所有的流程都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问工作人员。如果你是边缘人的话，没有人帮你拍照的话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找工作人员帮忙哦。那如果是在假日的话，会比较多更专业的工作人员会教你一步一步的怎么弄。虽然今天去的也是很专业，因为我非假日去，因为我怕人很多，所以我就是礼拜一来。那他这个活动的时间我都会放在下面，你们可以点击去观看。那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单纯去拍这个快闪的那个觉得很无聊的话，那你还可以去看那边有一些展览是免费的。那我有去看这个展览是原创的基地，那这个我会在下一集去，因为它的照片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会在下一集跟大家讲。那这个的话是比较属于你网美要去拍照，这边有好多好多很好的拍照的点，就是杀你的影片的底片，然后你的空间这样。那其实我在那边想要录影，但是工作人员在那边看有点不好意思。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他还有这边还有一些活动，他有免费的场，你就可以去观看，然后去走走绕绕，然后那边有树啦，走走吸收一下芬多精这样子。那这个我会在下一集讲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为一个大大喜欢，并且分享给你朋友以及社群网站。我是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6:30准时发片，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虾皮小铺跟我的 FB 的粉丝团，还有 PC Home 哦。今天这样，我们看我下次用怎样的影片来记录生活喽。